很尴尬。其实我是来寻一下铁花村后做我最后的收拾，结果没想到就还是在这里。好，那对，你们上礼拜没有，你们上礼拜已经错过喜如故的告别演唱会了。那我们今天就，你们要不要唱歌？你们想唱歌吗？想。好，那我这首比那个刚刚地滑的还简单哦，只有三个字，叫一爷羊。你们练习一次，很简单，三个字而已。然后就是不要怕走音或破音，因为旁边的都不认识你，所以没有关系。然后你们就是难得在铁花村，那就用力使用你们的喉咙都没有关系。而且我今天还穿睡裤出门，我想说来收我办公桌的最后一个东西，结果穿睡裤在台上。可以不要上传吗？哈喽你们从八点坐到现在也应该行了吧？再一次哦，哈鲁乌安，那鲁安，那咿呀，那呀哦，哦咿耶耶呀，不够大声，哈鲁。这首歌是悲男主的一首主语歌，那我是悲男主的台东悲男主的孩子，对，然后喜如故是我的名字，你们可以不用记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明天就不在这边了。哈鲁出专辑了哈。Hello，好，下一天怎么样？会有很多瓜牛。好，那警察局在斜对面哈，我们就唱到警察来，所以我们要唱破云霄，唱出欢乐，唱出爱，好不好？你家我家家家都是，啊，也在唱卡拉 OK 的就知道。哈鲁乌安，那鲁安，那咿呀那呀哦，哦咿耶耶呀，不够。蓝雨的声音哦，哈鲁乌安，那鲁安，那咿呀那呀哦，哦咿耶耶呀，可以。
警察来了，哈喽，好，谢谢，可以了吗？我们谢谢西鲁姑，然后，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子结束了。啊，记得那个，记得要那个回家，然后有下雨，所以大家看你是要淋雨回家，还是你不要淋雨？你不要淋雨的话，吧台有卖雨衣，一件10块钱，那10块钱呢是成本价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啊，我们礼拜六有陈升的演出，有兴趣的话他有现场票，可以大家来抢一下。礼拜六，好，那谢谢大家来到铁花村，祝你们有个美梦成真。好，谢谢，晚安，下课。对，你们可以站起来，然后顺便帮我把空杯空瓶拿到侧边吧台。下课。好，大家一二三，一起站起来，然后把空杯空瓶拿到侧边吧台，谢谢你们。